亲爱的，啊我想结婚了。啊！结婚是好事儿。我说我想结婚了。你认真的？那。你给我点时间，多久？你尽快好吧？给你一上午的时间考虑，你不来我就走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完了完了，还是来晚了，来我下。还是来晚了。钱德，你过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结婚呀、啊！走。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小子啊，这个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结婚吗？我花了一上午时间，在相亲网帮你注册了一个号，这个我都留了一上午了呢。可惜不是你，这个不行啊，不行再换一个也可以啊。到最后曾一起走，却走失那路口。没想到夏总竟然这样的人。你们几个在办公室门口干嘛呢？钱德啊，干嘛呢你们？夏总，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居然喜欢上大叔了都。你在瞎说什么呢？我瞎说，里面来了一个糟老头子，我听说找你结婚，什么岁数不小了啊，等不了了，真是人老心不老啊，人就在里面了，我跟你说。是吗？你哎，还笑，还有心思笑，你等我进去摆平他去。谁让你进去的？我的事儿还用你管？站着别动啊，不许进来。等着急了吧？啊？你要注意身体。我去家里找你就行了。真没想到这老头子这么大命。我不来能行吗？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。哎呀，好你个老东西，还敢来硬的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别想把他带走，不可能的，他已经有主了，我就是他男朋友。啊，不是我。你什么你？我跟你说，你也不砸锅，你要叫了你自己什么样？他喜欢是我这样的男朋友，知道吧？钱德，夏总，你要不我怕错了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你要是再来我们公司骚扰婉婉，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我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助理是吧？哎，有我年轻时候的气势，为了喜欢的人不顾一切。行，我放心了，好消息啊，真是好消息啊，小伙子，我看好你啊。啊？不，夏总，这谁啊？亲爱的啊，你看我说话算数啊！啊啊！哇，你看你刚才磕磕巴巴的，差点就被他发现了。那谁能想到这个小子他不按套路出牌呀、啊？你下回注意啊！我跟你说，真的。知道，你注意身体啊！不是。那个小琴啊，不是夏总，这是叔叔呀。啊，这我爸。可是雪不禁霜呀，看不见那小白的谎言。夏总。我没法活了，我在公司待不下去了，我不干了。那现在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看我头发。头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我被你绿了，还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把你绿了？还不承认？会客厅来了个男的，说是你20年的男朋友了。我没想到呀，你下完隐藏的够深的呀，全公司笑话我，把我当活王八了，我没法活了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那是老家，我爷跟他爷听的娃娃亲啊，面都没见过呢。啊，真的呀？走，跟我一起把他赶走。啊？去不去啊？就去。这怎么都追到公司来了？不是说了吗？我不同意、啊。不是，你怎么就不同意了啊？咱俩这个婚约可是你爷和我爷20年前定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爷同意也同意，不同意我今天不走了。这怎么还耍无赖了？嘿，就耍无赖了。
别，你俩别吵别吵。那个大哥，你喜欢我们老板是吧？啊，挺喜欢的。你看看夏总，我觉得大哥人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年纪大了呢，他会疼人，知冷知热的，特别适合你，是吧，大哥？我说你干嘛了？啊，那个大哥，我成全你们俩，我觉得俩特别合适。对了，大哥，那个你和我们老板多久没见面了呀？啊，得有二十年了吧。二十年，这二十年确实不短啊！这二十年、没事儿。其实我儿子挺喜欢他的。啊？你都有孩子了呀？啊，那个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安排你们十个月之后见面。那个大哥，我觉得时间有点久。那个这样，我安排你们三个月之后见面。啊，怎么样？那三个月，你怀孕了？啊，不，你们有病吧？啊，我告诉你爷去吧，今天。你是我的情人啊！天德啊，你干嘛呢？我是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助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你是不是想打我主意了？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抱着我的衣服干什么？啊？还说没有？不是，夏总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，这么好闻？啊、嗯，是洗衣液的味道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刚入的立白洗衣液，特调山茶花香氛，特别好闻。左滑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一键入手我的同款宝藏国货。抖音双十一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。抖音官方大力支持国产品牌，超多小众宝藏国货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爽快下单不等满减。宝藏国货，挖一挖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我说这么香的，不过那个我来不及了哈，那个。香水借我喷一下的啊！你喷香水干嘛去啊？我相亲去啊。相亲？啊，我二十了都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是夏总，那我相亲你陪着我去干什么啊？我助理相亲，我不得好好把关啊？走。不是，哎，夏总，是他吗？侧颜都那么美，身材真棒。一会儿进去以后，你别乱说话啊。放心吧。你好，美女，港城彭于晏，长岛一枝花。这位是我哦，这是我姐啊，姐姐呀。啊，对，千德啊，美女在这儿一点喝的都没有，去倒点喝的去。不是，赶紧去啊。行，你坐哈，我去倒喝的。既然你是他姐，那我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说，我们结婚啊，燕台的婚房200平。彩礼5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至于婚车嘛，我看那个门口那辆大 G 啊，就特别好了。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但是我弟吧，离异带6个孩子，你可不能亏待了他们。离异带6个孩子，你们有病吧？哎，美女，喝的来了。嘿，渣男！不是，夏总，嗯，是什么情况？真知道我的心空虚成受伤。